看看新闻网。6月16号，由杜琪峰、韦家辉执导、刘德华、郑秀文主演的电影《盲探》呢，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和媒体见面了。虽然是众星云集，但众人的焦点还是都放在了刘德华的身上。原因呢，正是由他主演，但是备受争议的《富春山居图》。面对媒体的追问，刘天王压力有点大呀。今天发布会现场，刘德华的到来吸引了人山人海的民众前来围观。虽然刘天王人气颇高，但因为最近一部口碑不佳的电影《富春山居图》，也让他颇感为难。虽然导演杜琪峰并不介意在自己新电影的发布会上被问及其他电影的话题，但一向秉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刘德华也恳请观众不要因此影响对电影《盲探》的评价。我先跟大家说，就是其他电影上面的口碑我会再慢慢学习，但是这一个我希望他用重新一个，你去看，先不要看刘德华，你去看郑秀文，你去看他们，就是杜琪峰、韦家辉，因为他们没有罪。你怪我哈。时隔十年再度合作，导演杜琪峰除了对刘德华大加赞赏，更在发布会现场替一直都为摘得金像奖影后桂冠的郑秀文抱不平。金像奖没有得呀，摘奖的时候我气了十年啊，又以为演喜剧很容易。不简单的，我告诉你。娱乐新天地，夏嘉文感叹刘天王也会压力山大。上海报道。